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二哥啊。今天来到这里，好像是三清山啊，这服务区，我们奔往杭州，肚子有点饿了，在这里吃一个快餐，在家里面有老婆做饭，真好。现在出门自己洗衣服，以前在家里面老婆帮我洗衣服，哎，没老婆陪着还是难。这饼多少钱一个啊？一块一个。啊？梅干菜肉饼。梅干菜肉饼啊？要几个？多少钱一个？10块一个。有没有少一点？我没带那么多钱，8块可不拿一个。这个没价格讲的。拿一个嘛，不行。要一个要两个。啊，拿一个够了。哎呀，肚子实在饿得咕咕叫，买了个饼，好像是武大郎的烙饼吧，口味还是不错的，我吃。这里有好多吃的，我吃个饼吃不饱，肚子还是饿得咕咕叫。这粉多少钱一份呢？送个鸡蛋，哎，有没有便宜的？10块钱能不能改一份？10块钱我没看卖的。哎，打一份嘛！我第一次出来，出来驾到第一次，可不可以打一份？你这个是什么口味的？没有辣椒啊、哦？没有辣椒，大众口味。啊、哦，快点给我打一份嘛！没得便宜的，不好意思、哦。就不打那么多嘛，打少一点也可以不？给我打10块钱的。哎呦我的妈！现在天气变冷了啊。我也想跟我母亲、我大哥、还有我岳父他们，还有给我老婆也带几套啊，兄弟姐妹们啊，杭州30号早上8点不见不散啊，叫上你们的亲朋好友啊，有保暖内衣，有羽绒服，有鞋子，鞋服专场啊，兄弟姐妹们啊，不见不散啊，30号早上8点不见不散，耶、yeah! ！